我现在就可以演了，现在我现在就可以。苏华不仅是一位在舞台上挥洒魅力的爱豆，时常在社群上分享着电影的配音，也让人看到他不断追逐的演员梦。你以为我想看吗？是我想的吗？可是现在我想要有一个家庭，不是将来，是现在。你能娶我吗？近日苏华在一场直播中表示，如果周要出第二集，请找我演，并且兴奋的直接现场吃剪了一段电影桥段，夸张演技还自带道具音效，真让人笑得不行。咒好看吗？咒很好看。咒如果要出第二集，请找我演，真的哦，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现在就可以演了，现在，我现在就可以。我想一下，那剧情是什么？是这样子吧？听到东西掉。之后这段影片也被截取下来放到 Twitter， 让人没想到的是该这影片竟然被咒的导演柯孟融亲自转发，并且写下 IC， 也让许多乃未来在留言中不断的推荐苏华。如果苏华真能够在大荧幕中亮相，一定能让国片再掀起一股浪潮吧。